そうなんだ。正好对着他的头在吹，没事，年轻人来关了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也是，这个房间凉快就凉快。凉快哈。啊，西宁的。他不是重庆的。这么轻，就是人家早上的重量特别重，至少比这个相机重很多。现在相机这么重，觉得这么轻，好不习惯一下子。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回忆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像个玩具一样，看这个。
哎，看你再过，哎，你再过几年都能比别人大二十岁了。再过几年我都比他们大一轮了。哎呀，好恐怖的日子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！我们十八岁的时候还在学美发的时候来着。不对，我已经比他们大一轮还多一岁了。哦，你是十二年是吧？啊，我是大一倍的。你是大一倍好吗？我是大一倍的。我已经是三十一了，好吗？是的，我是大一轮。一轮十二年。我是学艺术的，我也不是正经的。那你们乐师院现在女生应该蛮多的吧？艺术我们那学校是体育学院。哦，体育学院。我女孩那也不是。那你是练什么体育的？我是播音主持的。哦，就是主持体育的是吧？那比专门学一个什么？对呀、啊。那个好多了呀。是的。专门学一个什么？啥没啥用，我觉得我们以前专业现在都没啥用。以前讲那个好奇的学号，不是好奇，我是好宽广。你把那个空调的微风调到微风，我是那边人呢，觉得吹头发到处飞了，有点冷。微风风速吗？风起来最小。自动。看那个头头变成最小的，那我来想。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哪里可以了噻？是的呀。想都没想了，都没指到他了。他变成那个样子了吗？真是。要不然你就把它扫控定在上面，反正等红最后也会那个啥。哎，这个轮儿，这个轮儿还有点抖，能掉一个千斤重物吗？啊，你好不容易把这个心里的炸药掉重了，掉重它稳呐。哦，头上有包哎，认识头痒了。啊。这里痒不痒啊？对啊。有青痘了。嗯。头发里面，你青痘长得好，我长得也长得好。好多人头发里面都有了。他们这年龄。18岁正当时。对。青春正当时。你现在不是大一，马上大二，嗯，下半年大二，嗯，是，是年轻的时候，琢磨一琢磨。趁年轻的时候多尝试一下，想尝试什么都好。那有时候可以尝试一下。对啊，年纪年纪大了，上班了，你看。上班了我就踢。真的，你认不认？你看你认不认？你不认我就把你挖一下，有点想问。可能他从外面过来有点那个，我一直坐在那里在。嗯，要是冷了就关了。等一下吧，再吹一下，再剪剪的时候关了，要不然他的头到处飞。好，我等一下修的时候可以再吹开，打开。这边分到，我这边要开一点，这是我这边的，
其实现在就算剃了，然后等我放假的时候，下边也长出来。等你放假了吗？那确实。不用等放假的。不用等着放假，下面都能长出来了。下面剃了就长黑了就可以了。是的呀。死了天的。你要长长了，肯定需要一段时间。但是你长成黑的那种，就很快。我一直都是长头发，从小到大。哦，你长知道吗？剪过短头。试一下你会爱长短头发的。去年暑假，从我不想洗头。上学是洗的弄不方便。而且我们宿舍现在呀，没法吹，你就得找人擦。那确实麻烦呀，你头发如果多的话，真的很崩溃。现在为什么还在限电压？哎，不知道。我们上学的时候限电压，现在还限电压，好多人都用不了啊。现在有时候还会跳闸。对啊。一查上它就跳闸。是这么觉得？他晚上又，但是如果他限了，他就晚上不熄灯了。他晚上又要熄灯，他还要限电压。我们就是我的老家在山西那边，那边有一个学校就是限电压，然后学生也是用大功率电器，然后把墙里边的电线弄着了。是的，你限了，大家还是有方法的。你家那个东西变压器其实还危险一些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。你不限的话，大家用着用呗。同样都是这个年纪过来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他们那个就是限电压，知道吧？对，从我们那个年代开始就已经限电压了。我在想着里面尝试一下这种感觉。那种痛苦，达到梦中的痛苦。这种痛苦要让里面也尝试一下。来，你看一看。行。这张还挺漂亮的。手撑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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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腹里面撑出来。对，手，哎，对。嘿嘿嘿。隔在上面，你要不然抬的好累啊。嘿嘿嘿。就接一下。接一下你的头发。好。头发剪了就放到里面。我头发其实不太好，分叉，很油。更多。哇，瓷砖黄，那很多空脚做事儿。别踢了，单个行，可把冲的可好冲的。他们只有小时候踢过光头，嘿嘿。记得你小时候。嗯，只有小时候踢过光头。就是从来没踢过了，就是长大了之后。上半年还是得洗，只是小洗点头发，干得快，又凉快。好凉，凉快吧？对你的空调对的冰块一点，好凉。哎，这边瞬间就变小了，看到吧？忽然觉得我剃光头也可以了，挺好看的，因为脸蛮圆的。对，要不就顺便一起剃了。不要，你慢慢来是吧？不是我妈妈他们就是，你知道家长那边觉得他剃光头的不好。我也很难。没事，可以赚两次钱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下次再来呗。那来两次造，两次少了，我又少了两次了。对。那明天再剪，头发又不剪了。是的，明年又可以回来剪头发了。一年剪一次。要不然你再留长点，下回再变个别的发型试一下。但是，蛮多姑娘就剪了短头发之后就爱上短头发。嗯，
对，很多的剪短头发之后就不想。对，就一直过来修一修啊，修一修，还是修成短头发。你这里修剪是免费的吗？对，你以后可以过来修。好疼。好疼啊。咱为什么拿退子推？拿退子推还是要用这个东西刮一下的。啊。他等下给你换个照片，快一些。还好吧，应该没多疼啊。是你自己的疼吗？是扯的那种痛。哦，这里是这里头也硬起，这个头也硬起，这个头发是最好的。这头发质不好，你就想着把它剃了之后重新再长一遍。我头发挺粗的。剃了之后脸小多了，脸包起来就跟窄一点。我是头这两边不知道为什么有两大包。这个地方是吧？嗯，是。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显得脑袋小时候就是不是睡头，有的地方就流行把头睡扁。你睡扁的时候，你的两侧就会鼓一些。疼啊！好，这个我给你换个照片。推着，头发有点硬，有点硬的头，不是那种细软型的。摇一摇的师傅。其实长头发出去很麻烦，尤其是我这种说不出就乱，然后。是的，你如果不像我那样全部给团起来的话，出门就蛮麻烦。有人蛮怕那个震动，可能就觉得这个震动。我好长时间没有体验过。现在你过来小哥。嗯，是。因为我上半年没怎么弄兼职，所以说我家联系兼职群的很少，然后正好就有一个小哥哥在我们学校，然后就让他帮我问，然后他就问到了。发一张给他看一下，其实蛮好看的。你现在可以拍一张。啊，对呀对呀，搞完了就拍。你搞完了拍。现在是个光头。对，拍一半的时候蛮丑，蛮把人笑的。你搞完了再拍，差点。你搞完了，然后前后左右你都可以拍一圈。现在拍给他们，那很多人拿这个剃，他就觉得哇塞，怎么这么短呢？其实他也不知道，困得很难受吧？嗯，终于不热了。哎呀，你换到啥？你说好多包，好多包都捂出来。等一下拍，如果拿你的手机后摄像头对着你后脑勺拍一张，得吓到你。为什么？就是上火的那种，是痘痘，其实有啊，痘痘是吗？对，我的后脑勺也有，自己抓一抓，抓一抓，有时候还是很多啊。那你背上有，肯定后脑勺就会有，它散热，它得找个地方。我手机怎么没拿？他人总得找地方散热呀，那总得长脸上好多痘，你爱长哪长哪。我刚来，我老家是山西那边，我刚来这边脸上那些痘啊，因为你是过水土不服吧？对，是的，好多人都对这边有点水土不服。那有人在这边上四年大学，四年水土不服，回去好了。不，我现在是对，就是这边皮就是水比较，就是软了可能，然后回山西那边脸上就起皮就很干。你弄一个那个嘛，就水龙头上面用那个净水器，转气，很便宜的那个，嗯、我家有一个，就专门弄水龙头上面。好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洗那个水不好的话，可以弄一个，好多牌子都有，又便宜又好用。然后还说是流出来水是直饮水可以喝，那就干净一些嘛。开玩笑。
我忘记了。我大概明天了吧，现在在这洗个头来修。可以水养很多、啊。他们说这个发型是自带电风扇的发型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超凉快，就是下面有风嘛。咱们是跟这边分还是跟这边？都可以的。他喜欢两个都可以分。你要喜欢这边分啊？这个。我就是不知道。就两边都可以分嘛，剪完之后，想往哪边分哪边分，或者你自己习惯哪边分。我其实习惯这边。就撞就最现在这边是吧？不是。就是反过来梳是吧？那就反过来嘛，自己习惯哪边你就分哪边。用两边的好了。对啊，而且两边都能分，主要是，好多人两边不能分，我就有一边不能分，分不过去。现在发现真的比剪严格，打了个薄，是吧？这边打了个薄。其实你发现剪的波时候，有些它里面下面推了一些，但推的没有那么高，然后剩下的一些再打薄。啥感觉？搓手的感觉。你要补充？我要不也剃？